我是对不对？人哥哥，欢迎收看《榴莲哥日记》。好，今天新的一年呢，我在家里啊，有什么改变的？好，各位，你现在单身吗？如果是单身的话，那就试一下这个单身狗粮玉米零食。汪汪。好，这个呢，单身狗粮玉米零食呢，是我在米可斯买到的。米可斯，你就是那么喜欢吃很奇怪的东西嘛，让我忍不住买了下来哟。你这个很坏耶。这个单身狗粮玉米零食呢，就是玉米淀粉、香料、盐糖、调味粉，食用香料、色素，吃产品含少量大豆、海鲜类、花生、坚果。可是我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它叫做单身狗粮玉米零食，它的作用呢，是不是有一个情侣带着一盒零食，那我们一起吃，这之后就会变成我吗？然后就向对方说我是单身，然后呢就各自离开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来猜猜看吧。好，取出来。哎，颗粒状了，怎么和狗粮一样啊？你是把我当狗哦？看来这个生产品公司真是把单身狗当狗了。好，废话不多说，我们就来试试看吧。Yeah。有点像虾饼，大家知道白白白色白色的一块一块的，我们最喜欢在新年过年的时候吃的，而且呢它味道呢就很像那个味道。好，那我们试试看吧。黄色，いただきます。为什么我还是单身？笑我。好，接下来吃橘色好了。白痴哦。好，就试一下这两个口味好了，橘色配黄色。好，总之呢它的味道呢还蛮好吃的，就很辣辣辛辣的感觉，它有点像如果马来西亚人应该会知道的那种辛辣辛辣那种饼，就类似辛辣那种饼，我忘了叫什么名字，超好吃。虽然我很怕吃辣，它有一种辣味，但是呢让我很喜欢那种味道，那种辣味。虽然它叫单身狗粮玉米零食嘛，单身狗粮就要像单身狗一样吃东西，感觉吗？いただきます。汪汪。好，各位，以上就是单身狗粮玉米零食，其实它的口感呢还蛮好吃的，所以呢我强烈推荐大家买这个单身狗粮零食。而且那零食咬起来的声音有点像狗粮，就算你不是单身也好，你可以当做一个零嘴嘛，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对不对？当然吃了之后呢也要多喝水啦，因为刚刚我吃完之后呢真的是口有点干，所以呢大家多喝水。好，今天影片大概就这样子咯，那大家如果喜欢这个影片的话呢，别忘了留下你的订阅，还有留下你的赞，然后再按一下这边的小铃铛，来得到最新的消息。那我是 Rain 哥哥，我们下一个影片再见，拜拜。